多林，超强，妈，恁哪会家己偷偷来啊？我甲我阿哥有把讲一声，咱拢做下来啊。啊，拄仔好咧，坐金马店的时阵啊，我雄雄想着，还袂送晴天结婚礼啦，所以讲吼，我就想讲要来送伊一下礼物，临时想着的，所以讲无提早甲恁讲。我今日超强来哦，是有一件礼物要送晴天的。哎呦，你那遮客气啦！晴天你好，咱之前伫咧病院内底有一面之缘，迄个时阵我无时间自我介绍。你好，我叫江超强，我想咱以后一定常常见面啦。我嘛足欢喜哦，拄实在就当碰着你的好气。我嘛祝你阿舅一林会当幸福美满。多谢你。我之前有听志汉讲过，啊，你这个人哦，足好斗阵的。虽然头一遍见面的时阵，你无甲你是环宇集团小开身份甲因讲，啊，不过因对你的印象足好诶。虽然我叫做超强啊，不过我较低调呀。晴天，你敢知影？即马徛伫你面头前的，就是你的亲阿兄呢。晴天，惠弟，你无兄弟姊妹对不？超强大你两岁，而且伊的个性哦，也足爱交朋友的哦。你以后就甲超强哦，当作是你的亲阿兄就好啊。啊，若是有啥物代志哦，会当互相交流，互相照顾，哈。嗯。你是搁穿什么礼物啦？拄只秀兰才送晴天一套金仔呢。林阿姨，无需要遐尔催婚啦。啊，咱拄见面的时阵，我有跟你讲过啊，我甲你过身后生有足侪同款的习惯，这嘛算讲是咱有缘啦。拄只我妈妈讲，叫晴天甲我当作是哥哥，啊，家己小妹要结婚，哥哥嘛需要有一块表示啊，所以我决定借花献佛。把阮爸订落来总统套房送予晴天，还有叶玲当作是新郎房，马上恭喜我对伊的祝福啊！啊，两新房恁拢穿好啊？哎呦，恁太费事啦！丽萍，别人哦会当甲我客气，就你袂当。你这下温情哦，我拢一直藏在心内，我袂放过任何一个会当报答你的机会。哎，小丽萍，我那家己要买你吧。我就感觉会寒。会寒？超强，是毋冷气受强啊？调进去。哦，这差不多26度啊，搁关着热啊。拄啊一踏入门，我就感觉有一阵的寒气，可能是室内室外的温度差伤侪。啊！我雄雄未适应，等你好啊。嗯。哎，安怎？哎，老板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怎啊啦？拢在烦恼晴天伊的婚事，所以困无几点钟。啊，即摆忝嘛，头壳晕。啊，你忝着大厝，伊困得好啊。你去倒来做啥？压鸡。这间房间有问题。饭店哪有这？哦，
方亮知影这是新娘房特别准备的一张花轿相片，喜气啦！这是车贵用的，而且是车贵哦。咱今日走，一路开车向东，半路把这物件弹掉，绝对袂当回头。恁大家，为即马开始拢袂用叫伊的名，等到阮离开了才会用的。江经理，你敢无少解释一下恁妈这什么情形啊？阮妈唔知啊。我拢莫名其妙呢。我嘛唔知啊，丽萍来变个安尼，用迄头装吼，甲迄符啊包起来，佮讲半路啊甲断掉，意思就是讲要骗鬼啦。迄头装就是晴天的替身。人若走啊，这画就破。有影是江道成的养子呢，这画你也知哦。我咧自细汉，加减拢有听到啊。我嘛感觉足奇怪呢，像这下母仔话无的啊。我啊，敢会是你平日想多啊？就算阮房间内底有啥唔对的物件，嘛无一定是针对晴天呐。周瑞平伊安尼讲啊，绝对是因为伊看破这间房间有出啥物门路啊，而且是针对晴天啊，而且像你遐紧张。你是真热心嘛？想要替晴天啊，佮吴依林来准备新郎房，我感觉你有淡薄问题呢。为甚物？朱丽萍佮晴天啊，这间房间无分佮搭入来，新郎房啊，我家己准备，无需要你费心。紧甲夫人带出来，带咱水。九天多神君，一切万五行，为我法令者，照战逆行行。撤！翻翻头，行。离了有够远，无代志。阿对阿妈，你是不是讲这佛珠是阿祖传给你的？安尼，一直是因为阿祖的法力真正足够强的，所以这佛珠在保护我。保护你？你哪来讲啊？你是不是有发生过什么奇奇怪怪的代志？是啦，真正有发生代志，啊，不过我一直拢无甲你讲。就五年前，廖蒙子因欺负我。害我跌落水，差一点仔就淹死啊！啊，结果我竟然无死呢，而且护身伫我身上的是安杰小姑姑。你是讲安杰把护身伫你身躯顶哦？迄时阵我从水内底出来的时阵，就已经不是我啊，啊，有可能是。因为我阁有一口气啊，嘛毋知影是安怎安杰小姑姑会附身伫我身上，所以迄五年来哦，我拢过甲懵懵渺渺。我敢若知影安杰小姑姑会伫我身躯边，不过我却毋知影我家己到底伫倒位。张道生，朱晴天，你叫唔叫啊？
莫怪，莫怪迄段日子你甲平常时拢无共款，尤其伫个安杰告别时，遐讲着话奇奇怪怪，都敢若安杰转来共款呢。你啥拢无甲阿妈讲啊？无啦，我惊讲出来嘛无人相信，嘛是后来哦，我的魂魄较清醒啊。啊，有时阵我阁会转来呢。我甲安杰小姑姑嘛毋知影是安怎，我甲伊的灵魂会当共同使用我的身躯。啊，这件代志哦，敢若伊人知影，我敢知伊无甲当作是笑。我想一定是恁阿祖即关佛祖，伊发现你的元气伫要散去啊，只系紧甲安杰魂魄引来，替你护住你的身躯，延续你的性命。我嘛是安尼想哩。徐公晴天，你敢有甲即件代志甲文耀讲啊？一开始是无啦，啊因为惊讲讲出来嘛袂有人会相信。阿妈惊温瑶一个假伤心呢，还是后来杜光亮得到报应啊？安杰小姑姑感觉伊真紧就要离开啊，我甲依林哦就唔甘温瑶一个互伊伤心，所以依林才赶紧甲温瑶一个讲，互温瑶一个有机会去送安杰小姑姑，安杰小姑姑无遗憾离开啊。原来还佫有这段过程。五年前，罗安杰死去了，小雨甲静玉嘛离开台湾去美国。回来的时候，我看伊规个人敢重新振作啊，嘛无搁阿讲着罗安杰的代志。原来这五年来，伊根本无把罗安杰放袂记，甚至伊空嘴搁一遍去用掠过，又搁听一遍。嘛好啦，何文瑶送安杰离开，嘛等于是互因的感情有一个收获。就算讲会疼，嘛看人咧拖磨。我想，嘛是因为阿祖的付出，才会当延续我的性命，甲安静小姑姑的感情。啊，不过做这款物代价是足辛苦的。那段日子，你的内心一定真困扰，真折磨。家仔一定相信你，你搁应该讲这秘密。啊，若无那段日子，你是要哪过？辛苦你啊！会当甲安杰小姑姑阿哥文耀一道三工，我真正就欢喜的，辛苦。嗯，讲来讲去吼，人文耀甲安杰本来当有结果的啦，拢嘛是依靠单中性啦，伊哦那么。啊，你这個做阿嬷是安怎做啦？啊，一无看下人，就伫你的孙的面头前讲我尻川后话，你就是安尼做毛样会看？唉，不，你是莫不要鬼哦啦！你到底徛伫遐偷听偌久啊？我是咧偷听安怎啦？我是专工啊，关心你妈孙啊，我才会叫过来。啊，搁再讲你身高啊，你发力遮尔啊强，你有迄天干通你报信的，你是惊啥啦？你这么是咧跟我笑哦？哎，我是真正有发现，就煞去要伤害晴天呢，你当作我咧起动哦？无啦。我是相信你啊！拜托，你啥物量啊，拢有在钓鱼、蛇头啊，陪伊白鱼去啊！啊，你耍几只鬼，敢有介困难？我是要笑你安怎？我佩服你都佩服啊！哎，奇怪呢，这话我听起来怪怪哈、啊。你今物到底是咧搞我补，还是咧搞我亏啊？哈！哎，即摆是安那啦，换你变到这么高才气哦。好啦，迄无重要，重点是啊，迄夫人敢处理好势啊？处理好啊啦，无代志啊。啊，无代志就好啦。啊，有影无？我讲这江中人伊无因无果，又要甲亲戚甲伊邻村的新人房，一定有啥物目的啦。人咧讲哦，内多必有诈，就是咧讲伊这款人啊。嗯，敢讲你是专工走来遮找我甲晴天，啊，超工伫我面头前斗对面这件代志哦？我斗。我拄则毋是讲过，我关心恁妈孙啊，我才专工赶过来。我即摆是要载恁回去啦，车伫咧头前遐啦。哎，安尼听起来我真正也假呢。